许轩可以坦然地说出爱你，而紫萱只会藏在心里，让你在天地间度过了千年孤寂的时光。难道妖爱上人，注定就没有好结果吗？人妖殊途，相恋相守更是有违天道，哪怕与天下为敌，得到亲自医治白姑娘，难道你要为了这个女人，叛出宫中吗？ 离开妖师宫，离开许轩，不要再执迷于妄念。在我眼里，小白是人，不是妖。什么叫做黑白对错？当人太难了。若得敢伤他半分，我必百倍奉还。斩断情念，封印无感，化作擎天之石千年，以抵你罪过。 若我将你炼化成魔，不知道师兄会不会像杀小妖一样，杀了他！走啊！若你执意要与许轩在一起，你我姐妹之情便亲手作罢。小白妖狐，三界更妖狐，以心头血为戒，方能唤醒天机。许轩初衷未改，此生不会相扶苍生，相扶天下。